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吃这个梅菜扣肉，梅菜加上这个菜，好吃。把这个菜加到这个肉，加到这个菜里，太香了。这个汤汁拌饭也好吃。这个梅菜扣肉这个做的啊，然后这个是39.99两盒，一包是350克两盒，上锅直接到时候收到货就冷冻保存，吃之前解冻，然后冷水上锅蒸15分钟就可以了，把这个上面的这种纸给它撕掉，然后冷水上锅蒸15分钟就 OK 了，就这一盘，一盘大概是8片到10片肉，然后39.99两盒，再送你两包外婆菜。不想做饭的时候，你就蒸这一个，我跟你讲，好吃。剩下的这些就拌饭，拌面都好吃。喜欢吃的可以去排单尝一下，葱厨家的，真的好好吃这个面。拜拜。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自己炒的这个酸菜炒猪血丸子。蒸的鸡蛋。这鸡蛋还是好嫩，给你一点吧。
光吃这个酸菜都能下两碗饭。帮我点个赞吧，朋友们，谢谢大家了。拜拜，谢谢大家。炒河粉，广东炒粉，自己炒的就是好吃。这是广东的鲜粉，现做现发的，保质期的话是30天，常温保存就可以了。我这一碗，这一份的话呢，都已经有放了2个多月了，还没坏，因为它这个粉里面放的有油。老香了，这个一定要常温保存啊，你不要放冰箱。拜拜。